我是佑哥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带战将去拍新生儿写真了，超级期待他终于可以拍了。他前段时间是因为黄疸值太高，所以一直在出入其他的医院住院啊，非常的麻烦。他现在终于是个健康的好宝宝。由于呢，这一家的新生儿摄影他是不可以侧录的，所以我们的心得会在最后的地方做总结哦。那马上先让大家看一下酱油的写真拍摄。佑哥现在因为咬到舌头嘛，所以他就是这部比较少讲话。新生儿写真，我觉得战将有穿兔兔装、太可爱了，我当下真的差点原地爆炸。你最喜欢他穿哪一套？那个，其实我最喜欢穿格子那一套。你说黄色格子，然后在月亮上面那一套也超级可爱的。你不要再站了，你又不是站。那你比耶好不好？超废。然后还有我们这次拍摄分成了两次，因为两次拍摄都卡到他喝奶时间，但是摄影人员呢，他们刚好约下一组妈妈，所以我如果要加他喂奶的时间的话会不够，分成上午跟下午拍摄。然后这次的衣服呢，我要偷偷说个小私心，那套兔子粉红装嘛，我就帮他选了粉红色背景，超开心的。其实佑哥呢，他不喜欢我帮他挑粉红色的东西。反正呢，他各种宝宝的毯子、衣服啊，因为他觉得战将就是男生，男生就不能用粉红色，刻板印象。然后，反正这一次呢，新生儿前阵拍摄就圈圈交友负责，我就挑了一个，我其他颜色都挑蛮中性的，都是绿色、黄色。我真的觉得湖水绿跟黄色这两个颜色是非常中性，男女都可以拍的耶。其实我们最近也想要给战将有用新生儿游泳。但是呢，这边的护理人员说他的体重要超过3000公克，
可以有，但是它现在是2700，还太小了。因为它如果太小的话，它游泳的时候其实头颈部这边会套个泳圈，那太小的话，它没有办法去顶住，它掉下去到水里面，它没有办法借由那个泳圈，它自己的头浮在水面上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游。嗯，那体重只是一个依据啊，但我觉得其他头很大，所以它说不定有机会。我觉得酱油它的头不是大，它的头是很长。来看一下，其实我的这边是算长的，然后佑哥是这边是算长的。那你有想过一个问题吗？等一下，我觉得沾酱油刚好遗传到我的尖下巴的长，这边下面很长，又遗传到佑哥的额头很长，所以他整个脸就是好长哦。你们不要以为佑哥平常就圆圆的好可爱哦、喔，其实你们没有看，额头真的是超级高的啦。你们评评理留言，你的脸真的比我还大还长。我的脸没有你大，那是因为你一直这样在后面，你真的是心机很重，每一部影片都这样，真的超后面，然后就我一个人前面脸那么大。但是，哦，我正要讲。在拍的时候发生一个小小 trouble， 其实我跟翠翠当下其实都很难过，很开心，很难过，这不忍直视啊！好，讲，很特殊的姿势，这个姿势，但是那个姿势对小 baby 来说，我很明显感觉到他就是不舒服。我觉得不能说他们硬要，因为是我找给他们的图片，其中一张有这个，但是我不一定要拍这个，我只是把我喜欢的风格找给他们看，但是可能。就是没有沟通好，他们以为我一定要拍到这个姿势，酱油拍到一半就开始爆哭，然后我们听着看着就觉得很难过。我当下我不忍直视，他摇头，我又不敢讲，但是我觉得大家为人父母应该当下就要讲出来，这才是对的。对，其实我看他们摄影师真的拍得很用心跟认真，所以我当下也很纠结，说要不要请他们停止拍。结果我没有讲出来，但是我下次就知道了。就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宝宝不会开口讲话，就要由爸妈来去代替他开口。再加上那天拍摄的时候，室内是有开冷气，然后我们拍的那一张是要全裸的，他就全裸在那边快20分钟，我觉得他应该觉得很冷。所以最后呢，虽然他们真的有拍到一张这样子的，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选，因为我觉得。选了之后，事后再看到那张照片，就会泛起难过的回忆。我们最后只选了这一张，就是我跟佑哥各扶他一边头的这一张，让他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难过。哦，对，我还要分享一点，我学到了，他们在安抚宝宝的时候，都会发出一个低频率的，的声音。他们很多声音都会发，然后呢，我还发现。我们的摄影师安抚宝宝，他就把手机放在旁边，开了一个吹风机的声音，就是哦，然后超大声，其实是模拟子宫内血流的声音。其实那个声音是很吵杂的，在我们一般成人听起来，那就是一个噪音，但是在宝宝听起来，那种啊的这一种声音，他们会觉得很安心。对，完蛋了，我最爱的人已经不是。我最爱的人不是你了，我们就到这边结束吧。好，我们要各自去追寻自己的真爱了。对，加油，拜拜。辣辣，怎么辣辣啦？今天也就到这边结束了。我是翠翠，我是佑哥，我们就拜拜。